那个第二个茶叶进去，第二个茶叶进去，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现在不怕，就一次倒进去，不怕，好，来 ，OK， 好，把那个扣起来，放旁边，好吧，扣起来 ，OK， 好 ，OK， 往下压，好，这边往下压，扣起来，对，往下压，这边，这边起，来，你瞧一下，你瞧一下，对。嗯、塞住了，往下扳，哎，对，没错，暴力往下扳。好 ，OK， 好，挂上去，好 ，OK， 来，然后那个耳朵挂着，然后整个放进去，然后好，小心放进去，对不起哦，我录，来，那挂钩拿起来哈、哦，挂过来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可能你要帮忙做这个动作。为了我们的红茶，为了我们的将来，为了我们的课程。老师是四十分的时候，那个他有东西液体跑出来，他那个粉末跑出来，说这个还有点太细。对，可能要转那种绿茶网，因为那种网子都对比这个还要再细。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那没关系，那我下次我再买那个绿网好了。好，你再泡一阵子之后再抽个两下。好 ，OK。